泰国大米出口商行会4号对外宣布，今年初至5月20号，泰国大米出口量超过印度和越南，重获世界头号大米出口国地位。泰国大米出口商行会秘书长表示，从今年初至5月20号，泰国出口大米393万吨，超过印度的374万吨和越南的240万吨。他认为，泰国大米出口增加的原因在于价格不再受干预，大米尤其是普通白米的价格低于其他竞争对手。根据泰国大米出口商行会的数据，在国际市场上，泰国大米价格为每吨390美元左右，而印度和越南大米价格则分别为每吨420美元至430美元和每吨400美元左右。